啊，这个争论，结果这个罗斯福是答应讲，伊叫麦克阿瑟的风险，所以咱也要感谢麦克阿瑟做这个决定。啊，不然直接来拍台湾，咱台湾要死足个人。你看这1996年，你顶回跟提名恁在选总统，这个会谈危机，克林顿随派两架航母舰来台湾保护台湾，依据的就是台湾管理法，吼、哦，伊唔靠这个权利，他们派兵 ，OK。当然，美国参议院众议员嘛怀疑，嘛咧咨询克林顿讲，像克林顿总统。啊！你是摕到台湾外交署，无你再甲我派人两只航空母去到台湾，而且开足侪钱个。可能你讲，迄是咱领土，大陆领遐，因为遐参议员拢要介绍个，介侪拢唔单讲较早60几年前，日本曾经有几摆台湾占领过，吼、哦，啊，尾是到中华民国看看。2004年10月，这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讲，中华民国是国家，吼，台湾是国家，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，吼、哦。这我讲，台湾是美国在国外国内，就有好怪怪安尼吼，但是嘛找无较好个适当个词令来甲解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。台湾的领土啦，对啦，台湾的领土啦，慢些讲。嘿，我了解哦，啊，这大家对体会啦，吼 ，OK。你是唔对啊？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，诸位老兄，应该不能看。啊？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的，美国关系法，美国国内法。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，哎，美国爱盖这台湾。好 ，OK， 你个人解释哈，啊我继续讲我啦哈。你话所有的中华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哦，拢爱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哈。美国现在咧，哎，然后上面讲着你的说三道四，哇哈，这样子啦，那也这样子啦，哈。啊，比如你讲的四不一没有，偏差。我要宣布独立，像俄罗斯、俄罗斯吼，我要利用防独功能，跟三就是美国的压力讲的。美国凭什么？那一般的总统就是拢嘛在讲，我起来要做啥？要做啥？要甲台湾做甲什么东方的水族国？啊，来做袂到。啊，美国都不是在甲你动，甲你动嘛，吼。啊，所以。反正个，拢是讲演技，啊，就像咱在讲，不，拢在放屁，哦，我这边在做，那边在做，啊，这就是一点美国的军事单位在后边咧操控，啊，那当选流氓中华民国的总统，真重要一件代志，来接到美国的贺电，好吧，好，2004年3月就算了，哪一个？霸占凯道，哦，迄段时间咱大家应该拢先来，迄个心惊胆跳吼，迄担心吼，就是拢在等美国总统去行个贺电。好啦，哎呀，伊这个降低了嘛，好，啊，这个基本就是总统府嘛吼，迄个规模哦。啊！比如讲要做防卫性公投，首先就要把伊个内容透过这个国安系统，啊，比如讲报备，吼、哦，对。啊，是安怎？他也无其他国家看，就一定要有美国看，美国准了，他才做。啊，这当然有一寡外交上的这个攻防，是美国有条件的答应，哈、哦。蒋介石在台湾，
伊所有诶重要会议、庆典，伊拢请分落，无咧请西藏。但计奇怪哦，伊去韩国访问请西藏，去菲律宾访问请西藏，伊伫台湾请军服，代表讲伊是代表民军，代表美国来台湾军事占领。出去都唔止啊，啊，哎，类似还阁真侪啦。啊，你看，菲律宾独立战争，克拉克的美国空军基地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，琉球加多纳空军基地，台湾清田港基地，啊，这种美国占领地的军事设施，所以咱是。一定是美国军事占领地，唔太会将来再设这个基地，吼、哦。我这大家听听紧吼，免我讲。啊，美国伫莫拉克风灾、巴巴风灾吼，派军机军舰，要注意哦。以前美国若要对外国救灾，是美国的救难总署咧。统筹指挥办理，但是即届中华民国这个国务院啊，中华民国即届救灾，你中华民国嘅参谋机关最负担嘅是国防部，国防部是军方哦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大家贵家去体会，用这我所讲嘅这模式，后来甲较不了解人来沟通。我因相信讲，咱台湾是叫做美国军事占领中，安尼后壁要讲，因就听开了，吼、哦。好，啊我即间咧关了，我点击讲了，遐后壁有机会去讲，吼、哦。感谢，非常谢谢。来。你要去找阮嘛？后面他有半个小时要讲，今天两小时，走了。
全世界的资金被冻结了。